刚刚那一段片头是我们在9月11号在龙总的加护病房看女儿的时候拍的一些小片段了。我现在在去台北工作的路上，今天是 A7S3 的体验会，我是讲师，我提早出门了，我现在在石碇的山上，我中间下来停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跟大家说说话。我就比较随性比较 rough 的说了，这两个月经历了很多，大家如果有看上一支影片的话，然后也无心在频道创作，因为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了，然后除了工作以外，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乐跟 Dola 的事情了，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觉得这个频道应该是要开开心心的，所以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跟大家说这部分相关的东西。那可乐一阵子没出现了嘛，他还是选择暂时先安静一点，那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因为都已经回家了。在八月初的时候，可乐去做了一次产检，在那次产检之后就没有再回家了，因为就必须住院。他换了一个症状叫子癫前症，那个状况会让孕妇的身体产生水肿，还有很多高血压，还有很多身体上的一些问题。妈妈肚子上的状况也会越来越不适合小孩子居住。那她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，我们去回诊的时候，她的血压已经在180、190那边，那所以就进了病房。进了病房之后，躺在床上就再也不能下床，因为要安胎，那三餐还有小便大便所有东西都必须要有人照顾，那我但我就是照顾他的人嘛。当一个人24小时失能的时候，你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的需求被照顾需求是很大的。再来还有他的心情，每一餐我们都要去量吃了多重，尿了多重，大便打了几次，就这些东西必须24小时待在旁边。但同时那一段时间，我正在制作线上课程，然后也要从医院家里往返，因为还要照顾家里的狗，所以我的心情跟身体也搞得很累。那可乐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，所以在住院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，他身体越来越状况不佳。但是我们能够希望的是，因为其实女儿在肚子里面还太小了，她其实真的很不希望她这时候生出来。我们只是觉得说我们能够撑多久就多久，但妈妈的身体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她全身水肿超过60几公斤，到最后甚至越来越不能呼吸。那个不能呼吸的状况，她跟我比喻说，她只要往后躺下之后就会溺水，就是几乎完全吸不到空气。那坐起来的话，可能只能吸到一点点。好像我们假设我们人一口是吸这么多空气，她可能就是只能吸到很微薄、很微薄的一点点。那个状况，人不会死掉，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嘛。那再接下来就会有生命危险的，因为可能会有中风啦，或是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。那后来医生就评估必须紧急的开刀，所以我们在八月十号的时候就把Dola生下来。但我们本来想说，好吧，那就生下来吧。那生下来妈妈的身体应该会好转，就生下来之后完全没有，反而可乐身体更恶化。生下来之后可以照 X 光，照了之后才发现，除了全身都是水肿之外，可乐的肺其实是全部白色的，只有一小块是有空间的，就肺已经被水快要挤满了。那生命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在生产当下已经排出了好像800cc 的水哦，然后隔天就必须进去加护病房。那进去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是跟我说可能要做气切或者是插管，我必须签同意书。所以我在
同一天收到了两份病危通知单，一个是女儿的，因为女儿只有1000克进了加护病房，她也做了急救在保温箱里面，然后再来就是妈妈也要进加护病房去做急救。我觉得那一阵子一路这样撑下来，都会跟自己说一切都 OK 的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组合嘛。那当另外一个受难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角色必须要表现得很 OK， 就是会让对方有信心可以走过这一切。但我在8月11号的那晚上，几乎就算是崩溃了，对，瞬间崩溃。但它就是一晚的事情啦。那最后柯乐进了加护病房，身体两侧挖了2个洞，最后没有插管，没有气切，因为他人太清醒，实在太残忍，所以医生试着说插管把水排出。当天排了2000还3000cc 的水之后，就比较可以呼吸了。之后在加护病房再继续待了好几天之后，就住院。住院之后，妈妈才终于可以看到女儿。但当我们就是每次都觉得情况渐渐应该要稳定好转下来的时候，总是都会有新的事情发生。这个时候医院又说他们无法 handle 女儿的状况，必须插管，她没有办法自己呼吸，因为Dola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七个多月八个月大，她的肺有一半是塌陷的，肺还没长齐，很多东西都还没长齐，那必须台北荣总过来接手做插管的治疗，所以医疗团队就来了宜兰，小心翼翼的把他载回去荣总。那就这样喽。那进了加护病房之后，都要在第3天，其实心跳有停止一次，那医院做了急救把他救回来了，那就一路走来到。都拉回家，就这一切大概经历了2个月的时间哦，非常难熬的一阵子，因为除了这些事情以外，还有工作，还有一些许多事情，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，但总是因为不是一个人嘛，是2个人，我必须照顾另外一方，那另外一方也很努力的希望让事情变好。我觉得妈妈非常非常的勇敢，现在是10月23号哦，都来已经回家了12天，那体重持续的增加中，在上一次回诊的时候，医生说以早产儿来说，她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，那现在也渐渐的恢复正常。在照顾小孩的时候，有时候小孩子会哭嘛，那哭的时候妈妈就会抱他，那我们抱的时候他就不哭了，我就跟妈妈说会不会太宠他了，让他有一种依赖感。但其实我们再回头想，他从8月10号那天出生到10月11号，这整整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得到父母的疼爱，他就是在一个空间，在保温箱或者是医护人员的，只要有手碰到他的时候，就是喂药或是打针，对啊。总之一切 OK 了，跟大家说不用担心，谢谢上一支影片下面大家的留言跟关心跟鼓励。只是跟大家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样我后面的影片比较好继续做下去，总不能好像装作没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继续拍。啊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当两个人是一组的时候，一个人受难，另外一个也就跟着受难的，所以上一支影片才会取这样子的名字哦。我觉得这一次的经历学到蛮多东西的，第一次体验到自己的另一半很有可能会离开，或者是那一段时间有了很多很多各种的想象，是否会女儿就不在了，或者是
妈妈会离开，然后只是他女儿，或者是妈妈有什么意外会中风啊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想象了。总之就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两个人就是一起的。那本来是一加一等于二嘛，那现在是二加一等于三了。我觉得缺一不可，至少现在完整了。接下来频道就可以开始继续更新影片了，跟大家说声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关心跟鼓励。Thank you.